同类疗法疗剂咩嚟噶？有咩用噶？同类疗法疗剂已经有250年历史噶啦，系世界上第二大嘅医疗系统，英国皇室都仲用紧噶，所以又有人叫佢做皇室医疗。哇，听落好似好劲咁，喺边度有得卖噶？在铜锣湾的六创意健康店就有了。六创意健康店有超过1000种同类疗剂可以给你选配，他们有超过25年的同类疗剂相关经验，可以说是全港品种最齐、服务最周到的同类疗剂销售店。除了逐只逐只咁配，他们还有疗剂套装，例如是家庭套装，就适合放在家看门口。又有旅行套装，细细盒方便带住周围走。咁嗰间六创意健康店喺铜锣湾边数噶？六创意健康店铜锣湾总店嘅电话系2882-4848，网址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创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且人数还不断继续上升。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包括近年的克林顿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大家只要留意每集收听，找到啱用的疗剂就立刻使用，可能很快就药到病除，让你们重拾健康。将来如果大家有任何经验，亦都欢迎上来网台和我们一起分享。以下落嚟，袁医生就会为我们介绍今集的疗剂，记得记低重点啦。而同类疗剂可以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度买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 2882-4848，或者是3113-5848，亦都可以上网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当然，如果各位听众嘅问题系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唔到，需要袁医生嘅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嘅。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嘅电话系25773798。
而家就嚟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边只疗剂啦。好啦，大家好，今次咧我再同大家介绍嘅同类疗法疗剂咧，系叫做白蛇根，白色嘅白。蛇吐蛇的蛇啦，根就根部的根，白蛇根。咁学名咧就叫做 Bryonia alba， Bryonia alba， B R Y O N I A， alba A L B A。好啦，咁我哋要学识用呢个疗剂咧，呢、这个白蛇根嘅疗剂咧，系最紧要记住两个主要嘅特征。第一，唔多想喐，唔想喐，同埋咧系好敏感啊！记住呢两样嘢吓。Bryonia嘅症型咧系唔想喐，同埋好敏感，同埋 Bryonia 咧呢个嘅白蛇根咧呢种植物咧系通常咧系生得好慢嘅一种烂藤嘅植物咧，所以去得嚟得好慢，生得好慢嘅。咁所以咧白蛇根呢个病征咧，通常咧都系唔系。嚟得急，系慢慢地出现，慢慢地发生嘅吓。好啦，我哋首先讲系唔想喐同埋敏感。好啦，咩情况之下你会见到呢个病征咧？啲人譬如被闪腰啊，扭一扭伤，喐都唔喐得啊。咁通常咧闪腰嗰阵时候咧，佢哋就系可以咁讲咧，系唔喐得，痛得好交关，唔喐得嘅。同埋咧，你喐亲咧，佢种痛咧系种尖嘅痛咧，好似俾人好似插住痛嘅。咁通常咧，佢就系喐就个人可能跪咗喺地下度啦，啊，企咗喺度咧，系唔想喐，唔想逗佢嘅吓。咁、但系当然啦，那个白蛇根嗰种腰背痛咧，就有一个好特别嘅特征咧。佢虽然你唔想喐佢，但系佢伤你按摩咧，系用大力咁揿佢咧，就会舒服啲嘅。咁、当然啦，个人痛得咁交关嘅人间，突然之间，即系好明显会敏感啦吓，唔想人搞佢啊，叫你离开啊，总之唔好搞佢啦吓。好啦，咁左嘅情况之下咧，我哋会睇到呢个症型咧，就系嗰啲严重啲嘅支气管炎啦，咁佢就咳啦，系咪？一咳就哇痛到好交关嘅，咁佢亦都连唞气都唔敢唞咁大啖嘅呢种咁样嘅支气管炎啦。咁同埋仲有一個情況之下咧，係好啱用嘅咧，就係我哋叫做胸膜炎啦，或者肺膜炎啦，呢種情況之下咧，通常都係一種好尖鋭嘅痛嘅。咁仲佢唞氣都唔敢唞嘅，因為一唞氣一喐個胸膛咧，一掹到呢啲咁嘅胸膜咧，佢就出現一種好尖鋭嘅痛噶啦，咁所以咧，胸膜炎啊，個支氣管炎啊，係好多時候我哋見得到呢種咁嘅症型嘅。咁仲有情況之後咧，譬如我哋可能時唔小心啊，扭傷咗只腳啊，咁一扭傷之後咧就好好痛啊，尖鋭嘅痛啊，喐都唔想喐嘅，咁我亦都遇到有啲情況咧，譬如嗰啲嗰個痛風咁痛風都係嘅，有啲人痛風個腫都個關節，譬如嗰個係個手腕啊，或者係足果啊，係一種腫脹嘅痛風其實痛風嚟嘅，但係佢症型咧都係一種好怕。即系好怕，好即系唔想喐佢吓，你嗨都唔好嗨佢啊！咁呢个亦都系一种白蛇根型嘅痛风嘅。咁当然啦，典型嘅扁头痛啦，系咪？咁啊头即系嗰个即系好似我只头爆炸就撕裂嗰种痛啦，好尖锐嘅痛啦，又作呕作闷啦。咁同埋咧，通常咧呢种情况之下咧，好似嗰啲锤仔咁揼咁样噶。咁、那个病者咧，通常咧就唔想见人啦，匿埋间房间度啊，你唔好理佢啊，唔好叫佢啊，咁咁呢种好典型嘅扁头痛，记住啦，佢系唔想人逗佢痛到咧，好似啲锤仔大锤仔咁大力咁揼佢嘅咁仲系咧就唔想人需要佢啦，就唔想喐，静静地咁趴喺张床嗰度咧，系匿埋喺入边，喐都唔喐咧，呢种咧系一种白蛇根型嘅。个扁头痛啦，咁仲有情况之下，我哋好多常用得着咧，就系、是、嗰、那个感冒啦，流感。喺一九
18年1919年的当时世界性流感呢是死了成几千万人的。咁当时同外疗法的医生呢是采用同外疗法的处理呢，个死亡率是好少的，有 1.06% 嘅啫。而一般的西医的死亡率差不多成 24.6% 嘅。咁佢当时佢用的疗剂呢，是常用的疗剂之一呢，是就呢个白蛇根。咁可以睇到啦。咁呢種感冒嘅症型咧，通常係痛啦，尤其是關節痛啦，痛到咧佢就唔想喐啦，咁同埋咧個人咧就係、是、個人好乾啦、比較乾啦，唔想喐啦，係痛啦，咁人瞓咗喺度咁樣，同埋咧係好口渴嘅，呢種咁樣嘅症型，口渴嘅症型，唔想喐，喐親就痛，咁周身關節嗰種撕裂嘅嗰種尖鋭嘅痛咧。咁白蛇根型呢種白蛇根型嘅感冒，咁當然咩情況之下，我哋通常都唔想喐嘅咧，就係斷骨咯，係咪？所以任何嘅斷骨嘅情況咧，你都可以諗到噶啦，白蛇根係一個好緊要嘅療劑嚟嘅。咁有時啲人咧係唔小心撞到個胸骨個肋骨個肋骨裂咗，可以喺呢個情況咧，差唔多白蛇根咧係差唔多個主要嘅療劑嚟噶啦。咁除咗我哋之前所講嘅生金車啦，如果你見到瘀痕啊、瘀傷咗啦，當然生金車啦，對一種休克鎮驚嘅起咗個舒緩嘅作用啦。咁同埋咧呢種咁樣嘅即係斷咗骨啦，喐都唔想喐嘅，鬥都唔想鬥佢咧，咁呢個咧就係白蛇這個白蛇根型嘅療劑嘅症型嚟嘅。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啦，咁咩情況之下亦都可以諗得到係用個白蛇根呢，就係嗰個盲腸炎啦。通常盲腸炎嘅一般嘅症狀呢，就作悶啦、嘔啦、發燒啦，有個症狀叫做 rebound tenderness， 呢種一種檢查嘅手法，即係話呢，你按落個病者嗰個腹部，咁你知道啦，盲腸喺邊度啦，係右下方嘅，右下中方之間嘅。咁你攞手去撳佢個肚痛呢，一放手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叫做個腹部反彈嗰陣時候咧，佢好痛嘅。呢種叫做 rebound tenderness。咁通常咧係檢查咧係睇下有冇嗰個胸膜發炎啊。咁當然啦，喺嗰個盲腸嗰陣時候咧，胸膜發炎咧係好經常會見到嘅。咁所以咧，我有時遇到一種急性嘅盲腸嘅時候咧，嗰、那個白蛇根咧，亦都係一個主要用得著嘅療劑嘅。咁頭先所講啦。有啲人痛痛到呢係撕裂都痛，痛到肋骨都痛，痛得好犀利咁。咁呢種可能係肺炎啦，肺炎之下有好沉痛嘅咳，同埋呢就好口渴，呢種嘅口好乾，好口渴，咁同埋呢咳嗰時候呢，嗰、那個病人呢就要攬住撳住個胸膛，即係唔想震親佢嘅。呢、這個呢就係一種即係差唔多白蛇根是个主要的疗剂啦。咁当然啦，胸膜炎咧系差唔多嘅症状咧系典型噶啦。差唔多，如果你发现一个症状系胸膜炎嘅症状咧，加上嘅口渴啊，唔想喐啊，我谂99%咧都系白蛇根型噶啦。OK， 好啦，咁除咗头先我所讲嘅闪腰啦，严重啲嘅可能系个嗰个马鞭式嘅痛啦，咁有时候啲人咧系即系瞓礼颈啦，咁嗰种症型都系咧就系好即系好唔想喐嘅，咁就好口干啊呢啲咁嘅情况，同埋咧攞大力去按住佢咧，就感觉上就舒服啲嘅。好啦，咁除咗呢个我哋经常用得着嘅地方啦，咁好多时候咧系我哋可以用喺一啲流鼻血啦。流鼻血啦，咁有啲咩症状可以諗到呢？因为流鼻血嘅疗剂都相当多，咁如果佢流鼻血啦，个人比较敏感啦，唔想人掂佢啦，唔想人揩佢掂佢啦，口口渴啦，咁呢个一种即係嗰个白蛇根型嘅流鼻血。咁亦都好多时候呢，我哋发现有啲人呢好鍾意呢係嚟到咬嗰个唇嘅，或者搣个唇啦，或者搣个鼻哥啊，啲时候小朋友呢，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呢啲咁样嘅情况啦，佢慣性就搣到裂晒呀、乾晒呀、嘴唇乾晒呀，咁亦都可以考慮呢係白蛇根啦。好啦，女性呢有時候呢出現嗰個乳腺炎啦，通常呢又硬啦，又發炎啦，又腫啦，咁同埋記住呢係唔掂得，有啲時候呢好多啲女性呢係嚴重啲嘅嗰個乳腺炎啦。咁
佢咧就攞手揸住个，即系揞住个乳房咧，一行路咧唔戳得佢嘅，一戳亲佢咧就好痛好痛噶啦。咁呢种系白蛇根吓，白蛇根型嘅乳腺炎。咁当然啦，如果又红啦，又肿啦，又兴啦，同埋有种脉搏跳动嘅一种咁样嘅嘅感觉啦，咁呢个就咩咧？呢个就我以前都应该都有机会讲过俾听咧，就系嗰个癫痫啦，癫痫型嘅。嗰、那個乳腺炎就會唔同啲嘅，咁即係乳腺炎嘅療劑都相當多嚇。咁但係咧，但你要見到呢種咁樣嘅怕喐動啊敏感啊，呢、這個就係嗰個白蛇根型嘅乳腺炎。咁好啦，咁我有時都強調咧體質啦，係咪？譬如有啲某種嘅療劑咧係適合於某種體質嘅人嘅。咁白蛇根嘅型嘅體質咧，通常咧係個人咧係通常咧比較咧係健碩啲嘅，嗰啲肌肉咧比較嗰啲係比較係硬朗啲嘅。通常咧皮膚咧係容易係比較深色皮膚嘅，瘦瘦啲嘅人啦。咁啊，乾嘅啦嚇，中意飲水啦，皮膚比較乾咧，同埋個人咧都比較上咧係容易敏感嘅。咁白蛇根嘅型嘅人咧，通常咧係中意食肉嘅或者過分食肉啦咁樣，咁都係一種呢下造成呢種咁嘅體質嘅人。咁佢嘅性格方面啦，咁白蛇根人咧可以話好腳踏實地嘅，咁佢哋都係好工作狂嘅，就算佢点样病都好啦，佢都个脑中咧系成日挂住公司个工作嘅。咁同埋白蛇根型嘅人咧，通常咧有时候咧，佢病得点样都好啦，佢好即系归家感好强嘅。佢就算喺屋企咧，佢都觉得想翻屋企呢种咁样嘅呢种咁样好得意嘅现象。佢个性格方面咧，都系就比较上系脚踏实地啲啦。佢亦都有少少有啲叫做唔得，即系有啲唔安全嗰种感觉啦。咁通常咧有病咧，都系唔想人逗佢，唔想人理佢嘅。咁对金钱方面咧，佢就比较咧系比较上谨慎啲啦。咁所以咧，成日一种工作狂呢种咁样嘅症状。咁呢啲人咧，有乜事咧都系唔多容易系即系去开声人帮忙嘅，佢通常咧系中意自己系独立啲嘅。好啦，咁呢个咧就同大家介绍过啦，白蛇根啦，白蛇根咧，记住咧系一个都相当之常用得着嘅同类疗法嘅疗剂嚟嘅。好，我哋下次再会。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咧？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记住大家用过之后可以嚟网台同我哋分享经验，助己助人。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我们有两间分店，分别在铜锣湾和中环，电话2882-4848，网址3个 W.healthshop.com.hk。